好，我们看经文第二段，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，说法受记，辩才无尽。得具足意陀罗尼故，意辩无尽。得觉悟十法陀罗尼故，法辩无尽。得训示言辞陀罗尼故，辞辩无尽。得无边文句无尽意，无碍门陀罗尼故，无碍辩无尽。得佛灌顶陀罗尼，灌其顶故，欢喜辩无尽。得不由他物陀罗尼门故，光明辩无尽。得同辩陀罗尼门故，同辩无尽。得种种意身、具身、闻身、中训训示陀罗尼门故，训示辩无尽。得无边旋陀罗尼故，无边辩无尽。好，这里一共有十个辩无尽，这每一个啊都是一个行法。我们从正法来做解释啊，这没有什么意义。你说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，说法受记，辩才无尽，可以解释。哦，那么你要得清净光明陀罗尼，怎么得？我看这个才是重要，这是一套修法，一套修法。当你不会修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辩才无尽呢？有没有把那个明王的图像给你？你把明王图像啊，跟那个应该在那个有吧，那个禅法院那边有啊，那个图像用八个明王一组，八大明王一组，知道吗？做一个来，我再跟各位解释这个行法是怎么修的。这十个啊都是修法，这个十个修法哈，十大明王。现在没东西讲啊，好，那我就简单跟各位讲，这个法不难，很简单啊，可以修到你成佛啊。就我们在禅观的基础功课当中，五个要件当中其中的一个要件，这个叫八字功法。八字功法很简单啊，像小朋友跳舞一样就可以了，但是他要会做。八字功法名字是我取的，其实就是明王法。真正的修法直接修不要讲就可以成就，它是直接透过你的昆达尼尼而完成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你要修哪一个明王啊，你回家不要自己摇啊，明天就会出新闻了。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人指导，不，无能胜明王是这边的一个法门，你要怎么修啊？可以到这里来啊。孔雀明王也一个法门，准提佛母也一个法门，都是这个修法。你要看到那个手很多支的那个都是啦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同样一个八字功法就可以修了。但是你要怎么修？我讲很简单，你要怎么修嘛？你就师父啊，我你讲一讲，我在家修就好啊。要成佛，他简单，他你修哈，那老味大家的老瓦崩的好啊，得一当成佛啊。他这里面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？忠诚度、坚固心、未臭屁，知道吗？不会臭屁啊，那才可以啊。
你要成我内念，不爱现。凡是爱现就不行。爱现是什么？爱现叫有漏。啊，我们要修无漏，你怎么爱漏呢？啊，你以为什么叫做漏啊？你把元气给漏了，就是漏嘛。在我们凡夫的时候会漏元气，当你经过困难历练以后，不会漏元气的。关键就在这里啊！你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成就啊，那你必须谨守口业，这个就是问题啊。在修法上是很重要，跟人家起争执啦、啊、合不来啦、啊，这当然是漏，这个叫穿漏，两边漏啦，不是单一漏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忠诚度没有的话，你根本没办法修啊！你会漏的话，修了也没用，随时进来很多，又通通漏出去了，那你修半吗？半天修到哪里去？修又等于没修，这个就是，这个都可以。凡是他讲到一个德啊，你放心，你为了要德啊，你就够累了，不然你得不到，你得不到。你不累怎么会得呢？那我师父你讲的时候，我得成佛啊，哪师父用讲的，师父哪不去成佛？师父是教你要领，这个要领啊，你自己要去什么？去实践。我跟你讲，你从红尘生命转为灵性生命，就五个要领而已。啊，这五个要领在运作的时候还不能够自己爽，没有用。自己感觉良好，那没有用。它不是你的感觉啊，它是一种相应，所以你必须啊，要个客观的观察，客观的观察，不增减的登录，自己要做记录下来，那个不能够自己有增减，增减就你有感觉啊。我看到那个哈，哇，好舒服啊！结果我就破功啊，这句话就破功了，因为你看到好，看到那个好舒服，这个是你有增有减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个，哎呦，吓一跳就回来了，吓一跳有增有减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！所以你是要师父勘验，还是要你自己感觉良好就好？这师父跟你说不对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真的，当然真的啊，真的你有增减就不对啊。这第二个，一个客观，对吧？一个不增减，那公正的，很公正的分析，很冷静的，要很冷静的去解读你的状况。这四个条件呢，你必须做好啊。一个修行人不具备这四个条件，你的行法怎么讲都不对。因为你怎么讲都不对，你来找我，我一定跟你说对。我跟你说不对就麻烦了，是我自找麻烦。你眼睛都没捆，你跟他讲到天光，你也说。那因为你要见一个顶牙嘛，因为我已经遇到过了。有一个跟他讲说这样不行，跟我讲一个礼拜。差一句没有说24小时这样而已，成天哦，我跟你讲，端着碗又来了，那你在做什么？不管他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又来了，啊，你有空我没空哎，为什么？你跟他讲这个不对，他就是你一定要说他对，这个没办法修。修行对不对不是你说的，也不是我说的，阎罗王说的。只要阎罗王会找到你啊，你所修的通通不对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修到阎罗王懒得理你，算了，这家伙那这生死不除名吧，哎呦，都是占位置，这档案已经快满了，
把它除掉，把它除掉，那你就修对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修行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要看了、啊、得什么得什么，这个菩萨得这些啊，这菩萨就修好多了，你放心啦、啊、就修好多了。所以这里头有一个东西我要跟各位谈，当你修什么法只给你自己利益的，那个叫做声闻解脱。当你修这个法是会给众生利益的，那叫菩萨解脱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到底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，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因为你只要具备我刚才客观冷静公正的这种能力的话，那基本上这个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。你就是不具备这种量化工程的基本条件。所以我们在默许里头，我特别跟各位强调，量化工程很重要，不是师父给你量化，是你自己要量化，要具备这四个条件，对你所观察的记录不能增减，要很客观的观察，把那个证据啊登录下来，很客观很公正不增减，然后很冷静的分析，很公正的看待你的状况。我修的有这种状况啊，就是好的。以前有一个叫什么克里安照相术，有没有？照了以后有各种光啊，他看到你是师父来，哦，你的光好哦，黄光红光真好。看到那讨厌鬼来一看，哦，黄光红光不好。奇怪、啊、同样是黄光红光，那怎么你喜欢的就变好的，你不喜欢就变不好了？这是不对的。你对于你证据的解读啊，不客观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修行的你要先养成这种情况。假如你一直在追求说我这样对不对，我要什么成就，这种人基本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冷静，你知道吗？叫你拿记录来一定会偷偷加一点，好的都会偷加，不好的就偷减，然后一讲哦，跟阎罗王讲有我不好的我也有记录，那十分记三分，好的我也记录很客观，三分记十分。你自己在那边增增减减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真的想要修行，你自己这些条件必须先具备，不具备啊，你红包包再多给师父也没用，师父不可能去跟阎罗王关说。因为从阳间打到阴间的电话，目前台湾大哥大还没通，基地台还没拿到，拿到奈何桥那边去插，所以没办法。什么时候你去跟台湾大哥大讲清楚，或许还可以去关说，不然没办法。所以你在做是阎罗王在看、啊、不是我在看。啊，你的心不公正，阎罗王就记你心不公正，就这一点你就完蛋了，你永无翻身之日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修行的状况。所以这一个东西啊，我们不跟各位解释，不跟各位解释，解释也没用，你要去修啊，怎么修啊？有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哈，你把它做重叠，一张一张跳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个时候你要选一组哈，那个比较清楚的，对，一张一张跳的时候，他那个手的姿势啊就会动起来，知道吗？那个你这个反正也看不懂啊，看不懂也没用啊。他八字功法是这样，八字功法其实是冥王功法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那个脚起什么不重要，他是做那个姿势而已，主要是脚跟手的姿势，他是连续动作堆在一起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三头六臂，两只手一对，两只手一对。所以八字功法在做的话，你有三个基本动作，那三个基本动作啊，是打通你的轮脉，
知道吗？是从昆达里尼的海底轮一直到顶轮，这个东西打通，你直接就成佛。但是昆达里尼不是你讲的那么简单，因为它每一个轮脉到一个轮脉之间要等的时间有多久，功夫要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有人指导。现在很多人说他通了，他通的是左右脉，不是中脉。台湾也很多人通了，通的是任督二脉，不是中脉，跟昆达里尼毫不相关。你都自以为你通，你通什么通？会吃会拉就会通，不要乱通，通中脉的昆达里尼，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到逆蛇身印而已啊，还没有看到第二个。逆蛇身印有很多个啦，但是穿过蝶骨要触动甘露灌顶的还没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说谁通过啊？广告的时候很多人都通过，知道吗？广告的时候啊，被抓起来那个哈，那你就没通过了。你不要一直做广告，修行不是做广告，它是寡言语的。像我这个讲都太饶舌了，讲那么多干嘛？也没办法修，你要有办法修才有可能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经文：此菩萨大悲坚固，普摄众生，于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，施作佛事，随诸众生根性欲乐，以广长舌于一音中现无量音，应时说法皆令欢喜。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大悲坚固呢？因为他普摄众生。他怎么普摄众生呢？因为大悲坚固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概达玛的解释就这样结束了。刚才讲过，他在修法的时候，每一个法都能饶益众生，他所修的法都能饶益众生，所以他才能大悲坚固。假如他所修的法只是他有力能解脱，跟众生无关的话，他怎么有大悲呢？他就特大悲也没用啊，知道吗？你500cc 我1000cc 的杯子是不是没有用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因地修法的时候，那个法就是要饶益众生用的，不饶益众生的法他不修。这个你听懂吗？你要留意啊，印度有很多修法人，我们中国也有，但中国的修法人比较看不到。印度很多修法人什么？你看哦，那个吹笛子，蛇会跳舞，有没有看过？没看？我们今年过年要去啊，你就跟着去啊。我们请那边再组一团来表演给你看。那个眼镜蛇哈，矮矮胖胖的，那个声音实在有够大。你看他在运气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吓死人，那舌头伸出来都碰到我鼻子，不叫也不行。他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取乐众生，欢喜无尽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笑他说这根本没有解脱，他在修法，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啊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解脱啊？他未必解脱，但是这一法要真修到解脱不是不行哦，不是不行哦，没人教。所以他呢，他到这个地方很厉害的时候，他就叫阿罗汉了。因为印度有很多这种修法，有的利益众生，有的不利众生。什么不利众生？把自己埋在地上三个月后挖起来，你看。那么要埋下去之前先讲，我要埋下去的时候要是死了就算了，
啊，没死的话 ，BMW。结果上个月挖起来，他开口就是 BMW。那没死了，他就记得 BMW， 其他没有了。另外一个说，我只记得冰淇淋。那给你吃冰淇淋，那他火就大了。你骗我，这个有没有解脱啊？这当然没解脱，但这个呢，他自己有利，对众生不利。众生这样看起来也很好玩的，很好玩就走了，这是不利众生的修法啊。这种修法有很多，那么有隐身术啊，会隐身术的，对众生有帮助吗？也没帮助啊。啊，有的还去造业，那就更不好。所以呢，修法当中有很多可以成就，但那个成就不见得对众生有益，也不见得对他有益，可能都还有害，对不对？会修风雨雷电的，啊，能帮助众生，能吗？那不一定哦。他会起风雨雷电，恐怕都会起嗔心。那你修有成就也没用，不是说他那个法修不好。修好对众生有用还是对自己有用？那对自己有用，对众生没用，我们叫非人格法身的成就。那么对众生有用而且非常有用的，那就是大悲坚固。他在修法中就大悲坚固了，不是像我们用四性来发愿说我要大悲坚固，不是那一种。那我们看到当年舍利弗证阿罗汉的时候，想一想啊，常常关在屋子里头也不是办法，那我就发愿出去度众生好了，他就发愿出去了。这个阿罗汉呢，出去度众生了，马上惊动啊，四体恒阴啊，四体恒阴就看，嘿，这个罗汉要出来度众生，他就往十字路口一坐，那就发愿，有人呢、啊。要来布施，要来什么？我通通布施，他就来了，变成一个小女孩，还流鼻涕的小丫头，来，哭着来了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生病了，说要吃阿罗汉的眼睛啊，然后啪，眼睛给你，他不是来要左眼，不是右眼呐、啊，他啪，右眼又拿出来。他一闻怎么臭臭的，有腥味，哇，两脚在地上踩两颗眼睛。这舍利弗啊，马上就退心了啊，众生这么难搞，你们要眼睛不讲清楚，两颗都挖给你，你还给他们臭臭。你看一下子马上就退心了，马上就退心了。那你想想看。作意慈悲啊，不能说假嘛，我眼睛都挖给你了，哪是假呢？那很快会退心。那这大悲为什么会坚固啊？就他因地修法就这样嘛，那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不利益众生呢、啊、只是他的法自然就会利益众生嘛，这就是关键了、啊。所以我们要学的是直接学这个法，在学这个法的时候，你就会利益众生吗？关键就在这里啊！所以我们学法眼的人有福报就在这里啊！你自己本身所修的法都会利益众生。那你说我修了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就，怎么利益众生呢、啊？那你就先别在意。因为你到底要怎么修整个法，怎么完整，怎么圆满起来，你还没搞清楚啊。所以你要怎么修啊？所以刚才才先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照这个标准来。真的想要得成就，这个是基本架构。至于这里面所修的这些法门呢、啊，都是在我们的过程里你会碰到的，你会碰到的。好。第二句他讲，
于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佛国度一样。这变身金色不是变成金色、啊、变成相好庄严来施作佛事。金色在古代来讲啊，就是相好庄严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佛像都贴金身，那你就以为变身金色，那你就变成金色，那人家一定说你得肝病。不然怎么会那种黄金色？你有没有看过啊？肝病全身发黄的那种状况。金色从形象上来讲是涂金，从修法上色受众生上不是那个金，是指相好庄严。应该来讲说，人家看到你，你有一种很亮丽的感觉，你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苦哈哈的，好像得了什么什么感冒第三期，又是 NH 几号加几号通通加进去了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不要那么痛苦的样子，要让众生感受到你很亮丽，很有朝气，那个才对。你要记得 这个原则。这叫变身金色。其实你到世间来就已经具备这些条件。假如你有先天性的身体不好，经常很难看，或者呢非洲种的 DNA 还比较重，身体看起来就比较黑，黑不是不好，你给黑皮肤黑不是原罪啊，你也能够活得很亮丽啊，我看那黑人都活得很亮丽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有时候那嘴唇口红涂起来很奇怪哦，但是也有他的朝气可以显现。你要把自己活得很亮丽，这个叫变身金色。那你要度化众生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你不要每一次要接济众生的时候，一出现人家都叫一声、尖叫一声，然后就跑了。施作佛事也要给众生看得欢喜呀、啊，不要老是把众生吓昏了。那以后你要去救度众生，就要搭救护车去啊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谁诸众生根性欲乐，以广长舌于一音中现无量音。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跟你讲说你自己体会，以一音啊现无量音，这叫广长舌相。那广长舌相从相上来讲，是指说像佛陀舌头伸出来啊可以把脸都盖住。你要不要学啊？那你恐怕要先当青蛙了。相上是这么说，你不要每天晚上回去都把那舌头拉出来，用那个铁锤锤一锤。舌头是肉做的，不是铜做的。铜做的是锤一锤，它可以有展性，可以展开哦。它不能这样子。它是你修爱语、柔软语。不打妄语，不说粗俗的话，不像我这样乱说笑话，那才会有广长舌相。像我大杯就变500cc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没有办法广长舌相了。你要知道说，这是一个修法而得成就的，它不是一个相，它有既然现这个相，一定有那个修法。那广长舌相是32相之一，每一项各有它的修法。而我告诉你，32项不是特别修的，它从多生累劫以来所具备来的，不一样。
我们讲逆舌声音，舌头向后翻呢，那是修行技术上色身的一种变化，可以有，没有错。三十二相当中有好几项可以这样修，但是你不要为了修那一项而修那一项，那是在整个困难念力的过程当中，它会起那个变化的。然后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注意到，没有修到那个法，那就下辈子再修。因为三十二相你不可能通通修啊，你要修解脱要紧，不是要修相好啊。啊，相好是你注意的时候你修。啊，要专门为修三十二相相好，那你不是为求解脱的。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，这个是不一样，就修禅定跟修出三界有不同一样。应时说法皆令欢喜，这个应时说法也是一个法门。我们有很多人啊，要跟人家说法都是时机不对，时机不对。有一次明学法师啊，来跟我讲，讲说哈，他跟明清师讲啊，念佛这样念不对，要怎么念？明清师哭着来跟我讲，要怎么念才对？我就好好劝他说，你就好好念哈，这样对就对，你就好好念，好了。结果我叫明学来说，你就不要这样跟他讲，一到耳康当啊听无你话讲，我咪记起来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已经跟他讲好了，这事情解决了，你就不要再讲了。好了，过两天明清又来了，伊是甲我讲安怎，我听拢无啦。我讲伊是过来讲啥？我讲我不是叫你不要跟他讲吗？你就跟我讲说，他就照这样念就好，我就叫他再照这样念。我甲伊讲，你不要讲，我已经跟他讲好，你为什么还要再跟他讲？这叫不应时说法。他是好心呐，我跟你讲错了，我再跟你讲一遍。你讲两遍以后哈，他差点阵亡，结果老人没阵亡，小人先阵亡。你要留意到，有很多事是不可以讲的，不应时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要怎么应时是很重要。我常讲，喜欢讲一个笑话是真的，昨天这几天都讲。再讲一次啊，这都为人处事有关。一个董事长啊，接待一个客户，一个大客户，说来啊，刚好我们这里什么故宫有什么展呐，带他去看，看得很高兴，很高兴呢、大厅里面没人，就他们三个人。那董事长带秘书去啊，去看画展呐、看他在讲那个的时候，手一举起来，董事长就放了一个屁，放一个屁，他愣在那里啊。董事长回头看秘书，秘书就跟他讲：“不是我放屁。”董事长瞪他：“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是我放的屁。”然后回去他工作丢了，他跟人家讲说：“我真的没放屁啊。”我没说妄语啊，这不应时嘛。他谁跟你说你要说是我放屁啊？谁要你这样说？没有嘛。你只要当场你跟董事长说啊，对不起，这样就好了嘛。那个尴尬就化解了。可你就是死性子。食言食语不打妄语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放屁，不是你放屁，那一定董事长放屁了。你说没有，我也没有跟他讲说董事长放屁啊，就你们三个人，那老外在那里，你这个秘书说不是你放屁，那谁放屁啊？不应时，你知道吗？那一个会处事的人一定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么一句话就过了嘛。他一个对不起是什么？也没有说是你放屁啊。然后你就硬要争说，我是实话实说。这个秘书还是被派啊，好，
他有没有来这里我不知道啊，来这里也没用啊，修行也不会成就。你要柔软，不柔软你不会硬死。不是叫你打妄语，你要懂得那种事情尴尬的场面怎么处理嘛，但你不会处理。很多人的烦恼都是这样来的，不是你做错什么，那不该讲的话你突然冒一句话出来，那就出事了。啊，你说也不是我做的，当然不是你做的，可是局面被你破坏了，有没有？想得到吗？不要乱放屁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假使有不可说种种业报，无数众生共会一处。好像说我们哈，娑婆世界众生就是这样，不可说种种业报的，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通通聚在一起，其会广大充满，不可说世界菩萨于彼众会中坐。也有很多菩萨在那里啊，世中众生一一皆有不可说阿僧祇口，那嘴巴不知道怎么长的哈。一口能出百千亿那由他音，同时发音，个别言辞，个别所问。这情境你了解吧？这印度人真的很厉害啊，让胡思乱想，想这么多的境界出来。菩萨于一念中悉能领受，皆为筹对，令除疑惑。这个菩萨，善法行的菩萨，对那么多的众生，讲各种不同的苦难，他各种不同的声音，来问他各种不同的问题，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个别言辞啊。这个菩萨在一念中啊，通通了解。这个菩萨通通了解啊，这个地方你知道，他文字上是这样讲，好像他都讲出来，通通讲出来，他肯定啊，只听到一个东西，叫做众生交响乐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，每一个人，你看那么多人同时发音问，你怎么会听到什么？你听到交响乐而已，听到什么？他是虽然人种不同，语言不同，但你确实能够都了解，都了解。我跟各位讲啊，这个是我们不知道，你也不能体会。我第一次跟摩尼吉相见的时候啊，他在讲什么我根本听不懂。我们那翻译官呢、啊，我常讲这很伟大的翻译官，他就跟他两个人一直对话。我一看越不对啊，你到底在问他什么？我就说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要把他讲的讲给我听啊，不是讲给你听。你两个一直在讲下去，讲什么？怎么不还给我听呢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问清楚回去再跟你讲。他好像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从来没听过他到底两个在讲什么。可是当场我就觉得不对啊，人家讲什么你听错了。当场我就发现，我说他现在讲的那个字到底是哪个字？他说是灌顶。我说什么灌顶？他要跟你灌顶。我说他要跟我灌顶，你讲就好，其他你不要管。我说他讲的不是灌顶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跟他讲，他讲那个不是我们讲的灌顶。后来我那天才问开明说，那灌顶是哪个字啊？就灌顶那个字跟他用的字根本不是同一个字啊，那他怎么变成灌顶？讲了半天，我说人家不是讲那个啦，啊，他把我讲的中文的意思再用英文讲给他听，他说对了对了，你讲的对了，你两个在用英语讲啥不不清楚啊，我这听不会清楚啊，你是不然吗？这个就是关键，因为这里面他有一份慈爱，他有一份要传法给你的那一种什么
惦记。你坐在那里听那两个人在那边讲不清楚，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他的那份爱。我从爱去解读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好了，不用再讲。那、no, 他要给我的东西，我已经接受了。那你知道什么吗？这个叫做无言之言，不是透过言音表达的。我不是说我很厉害，而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那一份真正的情在流动的那种状况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的是这份真情嘛，那个流动的真情嘛，你必须去感受到这个东西的存在，不然是不可能的。光是要用语言去表达，表达不出来，表达不出来。记得我们从小读过一个爱的故事，有没有？一个小孩子去医院找他爸爸，结果弄了半天，他去看到别人，不是看到他爸爸。啊，到最后啊，他爸爸还叫他说：“孩子回家吧。”那啊，我爸怎么在那里？啊，这个不是你爸爸。但那个时候有个真情的流动，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那一个病床上的老人对这个孩子的真情，那一份流动，你有没有感受到？文字无法记载啊，无法记载。你想学佛，我常跟各位讲，你跟菩萨要互动，你跟菩萨有没有那份真情？没有，你无法流动啊。你再怎么看呢、啊？这几碗茶客，这台湾红块，你看到最后啊，只看到块木还是樟木啊？它雕得很好。菩萨伟大你看不到，你没有流动到菩萨的伟大，你流动到是樟木很香，那哪是佛像啊？他既然是佛菩萨，那你就跟佛菩萨来往啊，这一点都不迷信啊。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，你做功课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华严做功课第一个阶段，你一定要跟菩萨相应，菩萨一定会示现。假如你在做功课跟菩萨的示现始终不相应，一定是你做功课不得要领。你只会大脑很昌盛啊，我了不起，我怎么样啊，叫你跟菩萨相应你不敢相应。为什么不能相应？那你还有什么善根？你还有什么可以讲大话的？这就刚才讲的要进入默许的第一个条件啊，你能够跟菩萨相应，肯定会转入到灵性生命的世界里。啊，你不敢去相应，要不然你想修行一定进得去，怎么进不去？怎么不会不相应呢？相信转移一定转过去啊，因为不相信转移以后你是不可能修行的，你是从五观五识怎么修？我们是一定转过灵性生命以后，用真心来修，不用无常心修的。关键在这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绝对可以做到，绝对可以做到跟菩萨相应。我们有说那个菩萨会从相片里头走下来跟你在那边喝茶，我没有这样讲啊、哦。但是一定会相应，他会用种种方法让你感受到菩萨与你同在。不管哪个菩萨，别说吃饱想圆，果等你来跟他喝茶啦，你放心啦。但是从此以后你就走上菩提道，他随时跟你护持。护持不是说你就不要修了，马上那个捷运就把你送到菩提树下去了。我们好像没有菩提树那一站哦，你别想啊，那个部分还是要你做。但是你人生中的重大困难，
菩提道上的重大困难，菩萨都帮你解决，都帮你解决。你过去所造的业，这辈子该受的，也一定会有，你放心。这是这边跟你谈的，能一念中悉能领受，当然我没有他的本事，啊，但是相应的一些点点滴滴，还有一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皆为筹对，令除疑惑。如一众会中，于不可说众会中，悉亦如是。啊，不但在这一个众会里头，其他地方也一样。复次，假使一毛端处念念出不可说不可说，道场众会一切毛端处皆亦如是，尽未来觉，彼觉可尽，众会无尽。是诸众会于念念中，以个别言辞，个别所问，菩萨于一念中悉能领受，无不无缺，无疑无谬而作是念。设一切众生以如是语业而来问我，我为说法无断无尽，皆令欢喜，助于善道。这个地方讲到啊，普化众生的本能啊。不但一众会，一切众会；不但一毛端，种种众会。那么一切毛端，种种众会都一样。那么所有的众生，不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地方啊，个别言辞，个别所问啊，其实就是每一个众生在人生中的种种困难、种种问题，他要问的无非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没钱的想要有钱，有钱的想说哈，放哪里利息比较高，买基金啊，买股票啦，哈，那个跌的时候不要跌到我啊，涨的一定把我涨上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众生无非如此啊，无惊爱惊啦，先惊不好啦，哈，啊，但就安怎敢惊啦，又通通来的嘛，都是这些东西啊。那你说那众生还有什么问题？你说嘛？也不过是这些狗屁唠叨的事啊，啊，这些其实可以不管，你就非管不可嘛。你说这菩萨要处理这些事会不会困难呢、啊？不困难呢、啊。关键就在于你对人性了解不了解嘛，你对众生性了解不了解嘛？这些问题真的很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有个人那天又来一个，师父，你看我这只狗哈、哦，会不会得狂犬病呢、啊？花、哦、光哦，你知道我怎么帮他解决吗？啊，我说你家里除了狗以外还有谁？没人。我说你不是人了、哦，难能在那里？我说没人，回去。我只跟人讲话，我跟狗不会讲。你想想看嘛，他就是一个人以狗为伴，其他没人啊。他有学佛啊，啊又养一条狗陪他，那宠得要命啊，现在就怕他得狂犬病。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慈悲一下，我要慈悲你就出家，一个人不出家你干嘛？你想想看嘛，又学佛。”与狗相依为命，我说你出家把狗放在门口看门啊、哦、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会得狂犬病。不欠人债欠狗债，不是说狗不好啦，那你既然欠狗债你就还狗债去啊，这就是众生事啊。你有学佛你为何好不好好的修行啊？所以你要是学到搭嘛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要默习的话不会啦，一定很精进。所以这些问题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，你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。我下面这一段呢、啊、跟各位讲一下。复令，善解一切言辞，能为众生说种种法，而与言语无所分别，
假使不可说不可说种种言辞而来问难，一念息灵，一音贤达，普使开悟，无有疑余。这个当然他本事要够大了，这样的菩萨你就要知道他不可能世间事都不了解，因为都是世间人在问的，他就是要解决这些世间事。以得一切智灌顶故，以得无碍障故，以得一切法圆满光明故，具足一切智智故。这个地方讲啊，得什么有没有？那就是修了很多法，不要光看人家得什么，你要看他在修这些法的时候所吃的苦难有多少。哦，所以你记得这种经文里头，只要讲有一个得，就有一个修法。他得那么多，就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嘛。很遗憾的是，我们只看到人家得，没看到人家修。对，这通通变成大慢了。啊，所以你要看到人家怎么修，你一定要回到默许的地方去。要回到默许，你才有可能，不然你不可能。这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，啊，这经文不难，没有不好解决的，所难解决的是你要怎么找到法门，好吧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